小时候家里都很穷，住窑洞都住的是旧窑洞，家里整体处理都困难，吃的都是粗粮、玉米面、黄馍这一类的。要是说别人谁家吃一顿白面馍，村里人能羡慕好几天。我是82年毕业，毕业以后回来就把我母亲干活。我这个人一直想外面出去闯荡闯荡，后来我就出去打工，打工啥都干。可我去干了一年，我总觉得外面还不行，外面漂流打工也不是个长久。外面打工回来，听说是我们村里政府有个项目给我们做大棚。后来我一想，这个机会来了，刚好那年村里人说我们外面闯荡啊，见过世面，还见我年轻一点上个，培养我当我们村委会委员和我们村的村长打成板子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在政府的领导下有好的政策，我们就开始做大棚。刚开始的时候没人接受，后来我做了以后就带动了村里人，村里人就跟我一块干起这个大棚。现在一个棚收入最低也就是7-8块钱，中库就帮扶我们，给我们盖造了200多个大棚，排水问题全力解决。我们做完大棚以后，回来的人很多，他们刚回来的时候不懂技术，向我来请教，那我要帮助他们。现在村里都住着新平房，村子的面貌也变了，日子也比以前好多了，我看见心里也很踏实。